来看其他消息，前一阵啊，小雪落雨，伫苗栗的第七十二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，公馆的五大湖的方向，前半边啊发生大石头，引起个车堵，因为这个路段拄好暗，啊，有那是转弯的所在，造成三台车袂赴，险阵啊弄到一个人受伤送去病院，公路总共是透明赶紧得清，今仔一只总算恢复通车。中心，公馆九二离开救护现场，将一名患者送往苗栗医院。受伤妇人今日送医，虽然无生命危险，不过全身躯真侪所在拢擦伤。离开车的驾驶想去抒发的同时，也是非常惊吓。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根本就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来不及了哈。对啊，那刚好就转角处啊。轿车的车头受损，已经无再有搁在行驶，边仔的小货车你那嘛被弄了变形。29号暗时啊，苗栗台七十二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公馆往大湖的方向，有大粒石头落来，整个外侧车道一大半。由于这个路段无路灯，阁是转弯的所在，造成三只车辆无多相撇，因此弄起哩。走完那个，我弄到的，我把它撞过来这边了。我开始到这边。从这边这样拉过来。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右前车头损毁，乘客轻伤送医。另两部车辆轻微受损。警方今日封闭这个路段，也通报公路单位出动重机下来移除。而公路总局苗栗干部段也赶往现场，推测是连日大雨造成沿边含水量伤过高，因此落落来。等清完之后先观察一下，看还没有出状况哈。没有没有出其他状况。暂时先封闭掉外侧车道。干部段进完透明的清毒，确认安全无虞了后，这个路段在30号早起6点半才恢复通行。干部段提醒，接下来几天可能还有落雨的机会，驾驶人行经山区的道路时，阵还是要提高警觉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